大家好，我是三号，我要讲的是广告讲未来。假设若亲像站伫大舞台，若无两宝七啦，下骹观众朋友，毋是浓妆趴伫咧桌顶保密，就是头发红啊切，较无规矩的，会开始起起伏伏要抬杠，讲一寡五四三的，较恶一个，可能会狂海翻，坐袂住。听起来乌白酸，遮打一个，遐打一个。感情的学生囡仔嘛有，有的是不管偌差，尤其是学生用迄种互老师看了有想要打脸真大的韭菜，亲像烧炉的日头，互老师有一种讲落去的勇气，甲拍拼的动力。虽然讲到嘴角唇膏，然后发到烧声，乌棒擦到手麻，脚徛到有青筋。关节炎甲腰酸背痛，不过有价值、有意义，值得拍拼。另外，阁有一款较感性的，若是看到同学受吵，伊会起来喊声，叫人常常莫吵。虽然上吵的声音就是咧喊的声，不过有这款为老师倒数拿后的体贴甲勇气，嘛会当作是老师的菩萨。一有米，千百有人，囡仔有百百款。教册趣味较赢过百百项，做老师的是世界上幸福的。每一分钟拢是咧创作无同的故事。一班三十外个囡仔，对无同的所在来，受无同的家庭教育，想法无同，做法无同，讲话的方式无同，教出来的作业无同，兴趣的物件嘛无同。即使每一个人发生的故事拢无同，在即个多元的世界。老师就爱用多元的教法来雕塑因多元的未来。虽然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老师，不过我嘛是一个工程师，要做一件比经营搁较有价值的生命工具。在写家己的故事，嘛在写学生囡仔的故事，甚至是在写咱人生的故事。人生真奇妙，是一种循环。不管是一项代志、一个人、一分钟，还是一秒钟。对这个世界，拢有由衷未到的影响。我会当教因啥货，因要订啥，要安怎教嘞？课程的专业团修是上基本的。不过伫团修的过程中，囡仔除了学着专业知识来应付未来考试以外，伊嘛学着老师对专业的热情甲责任感，学着伊教册认真的态度甲组织表达的能力，学着。要安怎甲人谈论、甲讲话的智慧，嘛学着情绪的控制，以及对人的尊重、甲对生活的坚持。总共一句，要学的物件实在太侪啊！有形的甲潜在拢真重要。